Hello， 老婆。嘿、hey, ，老公。我今天准备离开伦敦，到纽约了。纽约？哦、oh, ，我不在身边呢，你就和别的女人约会哈。过几天我就回去吉隆坡，飞机快起飞了。什么？你要飞了我？哎，老婆啊，这个电话好像有问题，我要换过另外一个。你想不要我？你敢？Thank you.